对使用者有一些特殊的要求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只好用这个测试来寻找合适的人。我肯定不是合适的人。我相信你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肯定不是我。首先请戴上耳机或者打开音箱。你们找一个脾气这么暴躁的人，你们不是脑子锈到了？这个测试其实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看几张图片，然后告诉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。现在拿起面前的测试屏幕。这个声音好耳熟啊，在哪儿？看着图片，让自己置身其中，想象自己是一个这年头无形的倾听者。这年头的观众，你不做个视频讲东西，他们都不会那什么的，更何况看个图片。藏毒的人是谁？怎么走？不能走。姓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李仲文。可是我看车主登记的名字是李博文呢。我偷偷开我哥的车出来兜个风，不行吗？你和你哥倒是挺像的呀。哟，连你也认识他呀？我猜这个是小许。不愧是网红 CEO 啊。因为比较像，是双胞胎，他总不能叫老范吧？他火了，就经常有人把我看成是他。你这当弟弟的也不简单呢，酒驾打人屡教不改啊。都怪我那帮朋友，我说多少次不能喝不能喝，哎，下次不敢了。除了酒驾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啊？没有了。他哥藏的毒。你知道藏毒多少可判死刑吗？啊，藏毒？他哥藏的毒。谁藏毒了？我不知道啊。行，我问完了，你在这儿等着。哎，谁藏毒了？老范。小许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他说不知道，还硬说自己是李仲文。行了，那就全对齐了。你跟我去审讯室，我来会会他。哎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等会儿又在举报材料签个字。好嘞，你去忙。哎，警察同志，刚刚说的藏毒是怎么回事啊？别急呀、啊，你先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李仲文。哼，还想说谎、啊？你是李仲文，那隔壁那个李仲文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也来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李博文。哦，还会悔改的是吧？这不是第一次伪装成李仲文了吧？嗯，这次要是酒驾，也许就又被你糊弄过去了。现在藏毒，你想栽赃给你弟弟？不是，这到底什么藏毒啊？在你后备箱里都搜出1公斤毒品了，那就是李仲文干的。我不知道啊。嗯，叫我律师。好嘞，那你等着。小许，走吧。那他律师来了我们再继续。他这个不能够拖拽移动。现场人赃俱获，执法记录仪都有视频，再加上他这份笔录，伪装身份对抗侦查，性质恶劣，移交法院足够说明问题了。律师来了也是白搭，走吧。我不是，我已经找到真相了呀。哎，我觉得我已经找到真相了呀。来，坐。啊，你举报的线索都对，人和货我们也都查到了。
可是有个事儿啊，我一直想。想不明白，你怎么会来举报亲哥哥呢？我并不是听出来的这个答案。你知道藏毒多少可判死刑吗？啊，藏毒？我是谁藏？推理了一点，我不知道啊。你怎么会来举报亲哥哥呢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李博文。在你后备箱里都搜出一公斤毒品了，放心，我趁他喝醉时候放进去，一点没察觉。我都没听到这句话。哦，双胞胎互换身份，有意思，不愧是侦探。这个声音还是耳熟。你可能意识到了，你在调查的是一些监听记录。是的，这些监听记录都来自于之前所说的系统，我们称之为声探系统，能够用声音还原过去的案件。不过刚刚的图似乎太简单了，下一章会更有挑战。这是中国人做的游戏，就是很明显是弟弟想那个哥哥老坑弟弟，然后弟弟想把哥哥给坑死。如果是日本人做的游戏的话，那么这个放毒的就是老范了，知道吗？如果是欧美人做的话，那么这个放毒的人就是那么这个放毒的人呢他还是这个李博文啊。如果是日本人做的游戏呢，这个老范他就可以移动到这个牢房，可以移动到这个厨房，可以移动到这个控制室。哎，他就是移动不到办公室。需要告诉我们，这个老范呢，他骨瘦如柴，软弱无力，但是他能够推动一人多高啊，重达数吨的这个人大的这个保险箱。谁最早偷到了真话？谁最后拿到了真话？最后他们把毒品藏在了厕所里。这个房间讲道理，我觉得一二三四五，我觉得最少得听五遍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最少得听六遍，我觉得这个最少得听六遍了。不对，是最多得听六遍，最多得听六遍。开幕酒会还有三分钟开始，请各位嘉宾前排落座。今天你发来的照片，加座加座。小事儿，别声张了。不过这种高精度照片自己看看就好，可千万不要外传啊。明画造假的手段现在可高明了。哎呦，这个打过的电话了。啊，没事了。哎，造假，你看我像不喽？这个不像不像。哎呦，怎么又来了喽？啊，哎呀，开玩笑的啦，我就是好收藏，提前呢想看看表。刘总，你怎么来？我就知道他不是刘总就是徐老，通过他这个什么能够判断到了。哈哈，金馆长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了，感谢前天你发来的照片。哎，加座加座。小事儿，别声张了。这个刘总他说话有点像是湖南和湖北那边的腔调，千万不要外传啊。造假的手段现在可高明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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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没事了。哎，造假，
你看我像不喽？这个不像不像。哎呦，怎么又来了喽？啊，哎呀，开玩笑的啦，我就是好收藏，提前呢想看看品相。你看，这不是钱都准备好了，打死的作品啊，那我是买定了啦。可是今天恐怕你接吧，没事。哎，我就是专程来道谢的啦。那你先忙，我去接一下啊。一个意思。开幕酒会还有三分钟开始，请各位嘉宾前排落座。他肯定不是徐老，四分之一。麦克，那他肯定也不是麦克，因为他因为听这个声音就不像是有女朋友的样子。艺术展嘛，是师太哥们儿。哎，哥们儿，这是室外的美学艺术展吗？这是傻蛋，这是傻蛋啊！是失落的美学，一个意思。哎，那储藏室怎么了？迈克，这边。哎，哟，你们别嘞！储藏室干嘛？我要抽身看看视线。过来，哥们儿，他过来了。这是室外的美学，接一下啊！的美学，一个意思。哎，那储藏室怎么了？马里克这边。哎，哟，你们别嘞！储藏室干嘛？我要抽身看看视线，过来走。刘总，到了吗？这个多亏了你的信息了。哎，想不到这个大师玩这么一出啊！今天这个，哦，马秘书啊，开幕酒会还有两分。哎，哟，你们别嘞！储藏室干嘛？我要抽身。喂，喂，哦，马秘书啊，开幕酒会还有两分钟开始，我马上到门口了，马上到啊！各位嘉宾，前排落座啊！要是有个操作的快捷键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想不到这个大师玩这么一出啊！今天这个画一流传到市场上，我马上就去外面出手收购。这次要是发了财啊，必须重谢你，好吧？举手之劳，刘总别客气。不过，我劝你也别费心思去外面找画，收藏市场乱象丛生啊。马秘书啊，你这个意思是？大师的良苦用心我已经说过了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可算找着了。密码，密码。好，又挂了。钱在了没有？刚才打你电话怎么不接呀？钱在了没有？喂，喂，哦，马秘书啊，开幕酒会还有两分钟，我马上到门口了，马上到啊！您就是要拿个空画框来出展呢，这是何意啊？嗯。老金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这次画展的主题叫失落的美学吗？啊，你看看现在外头围那一圈人，对这个空画框评头论足，
你美术馆里那么多后辈的优秀作品，难道还不如我一介老朽随便放的一个空花炕有价值吗？审美何在？哎，圈子里的风气一向如此。这不只是风气，现在大众只会盲从权威和资本，毫无主见。所以我这次策划了一个行为艺术，雇了个小偷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报的话偷走，悄无声息的流转进市场。如果未来有人能从浩如烟海的平凡画作中找出我这幅作品，我就会承认并署名。高，冲着大师作品的商业价值，一定会有无数人去找这幅画，从而觉得每一幅无名的画都有可能是大师的作品。喂，货拿到了，那尾款呢？喂，喂，操！哎，哥们儿，有火吗？接个火。哎，您拿这东西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。是不是那个徐大师的画的复制品？我这儿刚买一个，你看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来根。美术馆不能抽烟，我憋死我了。哎，来一根，来一根。哎，好。哎呦，我操！这口气总算他妈顺溜。烟也犯了，真难受。看个画还贵他妈那么多，憋了我半个多小时了。你呢？啊？哦，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操！你又报警了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今天展出的这就一点儿，往哪儿撞的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是您的画。操！传统的展出形式，就在刚刚，这幅画已经被盗。哎，开幕了！通过一个无名的盗贼流入浩如烟海的艺术品市场，没有我的签名，也没有本馆展出的照片。刘总，可他妈找任何一幅看似平凡的画作，都有可能是我的作品。刘总，这次应该是真的吧？有一个真正拥有客观审美的人，你也有一幅。馆长。我找回来被偷的画了，还有一幅，还有一幅，这就是美学的回归啊！买家我已经扫了，安全，当然安全，你放心，我的原则就是不过手真品。你拿了花儿？你什么时候拿的？前两天吧。怎么？喂，我核实过了，你那个是假的，别想回款了啊！知道是假的，你不是要我那假的换里面那真的吗？这也是假的嘞，你赶紧跑了你！喂，哎，还有人比我早下手。来了，直接进储藏室，保险柜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你拿不到鸡腿。喂，老头儿，货拿到了。哎，注意点，往哪儿撞的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是您的话，拿好。你偷的什么？交出来！给你。
反正没几个钱。很好，看来你已经熟练掌握了生态系统。不过我应该提醒你一下，生态系统可能有潜在的副作用，比如随着测试的深入，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但不用担心，测试结束后，只要你停止使用生态系统，症状它这个游戏的这个梗是不是你需要破解一些真正的答案？我曾经看过一个，就是讲那个主角已经被炸残了，然后呢，他们把主角放到了一个仪器里面，利用那个仪器的特性，让主角无限轮回于一个火车的爆炸案上，然后就要找到这个爆炸案的爆炸真凶究竟是谁的那个电影，我忘了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了。然后最后他就在虚拟之中和女主角就完美的度过下去了。他这个游戏的核心的设定有点像是那个电影，我忘记那个名字了，只不过是他的这个内容他是以声音的方式进行展现的，自然人家没那么多钱，它是以声音的方式进行展现的，这样子。这是我个人的理解。好，让咱们来继续。